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今天到这大山天池里面来抓鱼，现在过到山脚下一个山洞，去看一下那里水位怎么样了，到底下降到哪里了，走吧。就这个山洞啊，今天还带了一个特长抄网去看一看。今天有人在里面啊。看一下，今天鱼还是全部缺氧起头。大叔在这里，这是捞到的，并没有钓的，我还以为它钓，都没有放这个料，直接下这个钩。等一下，刚才我看到里面好像起了鲶鱼，等一下我划个木船出盘进去捞几条，看一下能不能捞到。现在捞镜头过去看一看，鲤鱼在起头。里面好像有鲶鱼，现在划个竹排进去，这些鱼起头都是缺氧的。进里面去就捞了两条鱼，那歪呀！罗非还是不要。感觉里面鱼都没有什么了，然后今天又大叔先打捞了一番，估计鱼又是下去了还是不敢上来也不一定。
我们现在再进去一次，看一下能不能搞到鲶鱼。水通往地下的这种东西，这些水深非常的深，但是鱼有时可能下到洞里面去了。下面什么？难捞，还捞不到。又捞了两条鲤鱼，还是给大叔吧。哎呦，那里面好像鱼跳起来了。哎，不好操作。都是你，看一下大叔捞了应该有六七斤了。好，现在上来了，不下去了。
让大叔在这里一个人捞吧。今天进来有些可惜了，遗憾。好，现在就出山了。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